遠少少，就話咧，我哋其實問翻醫學界或者係科學界裏邊咧，究竟有冇治療？我講下治療或者根治認知障礙症嘅藥物咧，嚇，好坦白，亦都好慚愧，係未有嘅。嗰個 World Dementia Council 之後咧，咁大家就會講嚇，包括呢個耶魯嚇哈佛大學嘅教授。他很出名的，叫 Dennis Selko， 他就说如果我们不可以医这个病，不可以医治，不可以根治认知障碍症，倒不如我们可不可以延迟它，又或者是减低那个危机， reduce 那个 risk factor， 即是好像刚才说的那些东西。如果你不能够治那个根，不可以治个本，不要治本，不如治标啦，都可以的，医到就可以了。做了一些事改变你的生活，改变你的习惯，就可以减低你将来有认知障碍症的机会。如果你是有糖尿病的和没有糖尿病的话，有糖尿病的人比较没有糖尿病的人是多 46%， 46% 的机会有认知障碍症。那你就要小心了，吃东西不要那么甜，多做运动，听医生讲，听营养师讲，中年的血压高要吃药，是比没血压高的人呢是多 61%， 一为基数 1.61， 即是多 61%。 中年肥胖是了，看住个体重了，体重不单只会令你重，血压高糖尿还会增加你将来有认知障碍症的机会。你讲紧十几廿年吓，好啦，唔做运动，呢度有数计噶，一个星期3次或者2次出汗嘅大氧运动，全部都有数计。咁有做运动与冇做运动嘅差别系几大咧？系多82%，吓82%，抑郁、抽烟、食烟吓。不单止会令你有心脏病或者是肺癌或者其他的癌，还会令有认知障碍症。教育，教育即是读书翻学用你的脑子，这样跟着这两张幻灯片呢是有很多的建议的总结。第一，有很强的 evidence， 即是有证据证明是可以减低它患认知障碍症的，就是 strong evidence， 即是他们研究那些研究调查，研究调查，然后就说 OK， traumatic brain injury， 即是boxing， 是的，个头部受伤，赛车有意外，很多意外的，这个呢如果是越多的话呢，患认知障碍症的机会就越大了。第二是什么呢？中央肥胖。第三是什么呢？血压，中年血压高。第四就是抽烟，现在的烟民。所以吃烟的人士，现在你多了一个原因去戒烟，糖尿。以前有抑郁的，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的，或者是血脂过高的，都有些原因，但是呢就没那么强。你可以看到那个由蓝色非常强，到到红色有强很强，到到黄色绿色。好了，那另外又有没有些事我们可以做了，即是现在做了而将来会减低患认知障碍症的话呢，这个 World Dementia Council 都有建议。他最强的呢就是读书了。书中不单只有黄金屋，不单只有颜如玉了，还有可以减病痛啊，醒啲。第二就是勤做运动。什么叫勤做啊？想做的就做，不想做都要做，喜欢做的就做，不喜欢都要做，是的，落雨做，日头做，那你选时间做咯，在家做咯，有些有瓦遮头的做咯。总之记住，当药咁食就得噶啦。